奸商，我今天就让你卖艺不成！先生，快把他拉走！拉住他！拉住他！拉出去！ 快把他救下来！李总。 爸，爸，爸，是我来晚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抛下我们不管呢？爸，谁呀？愁死了！你不是说好陪我们到最后的吗？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我不应该让你去买那个破芒果。爸，你醒醒，睡个觉还腻吗？别吵了。 谢弟，谢弟，幸亏没事儿。你也没事吧？你说呢？我看没事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刚才不是有意的，我走错了病房，然后把你当成了我爸。